大妈，您醒了，这是您闺女吧？她已经整整两天两夜都没合眼了，你就让她再睡一会儿吧。哎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已经昏迷很久了，是您闺女一直在旁边守着您。哎，整整两天啊，真让我们感动。现在像您闺女这样的子女啊，真是不容易啊。哦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您是从鬼门关上被您闺女拽回来的。他还为您输了400cc 的血。嗯，他还给我输血了。嗯，是啊，因为血库刚好空缺嘛，要不是他及时输血的话，您可能就危险了。护士说了，你为我忙前忙后的，还给我输了血。妈，文君不在，这些是我应该做的。瑶瑶谁照顾呢？你放心好了，瑶瑶那儿我已经全安排好了。瑶瑶是个好孩子。我去买饭。Thank you.
石慧，我想跟你说说话。你跟瑶瑶在外面过得怎么样？挺辛苦的吧？没有，挺好的。我知道，一个女人带着孩子不容易。当年我就是一个人把文君拉扯大的。文君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，当时对我来说就像是天塌下来一样，不知道以后该怎么过，甚至想到了轻生。可是一看到文君心就软下来了，我不能让孩子再失去母亲，我一定要坚强地活下来，而且要活得有尊严。那些年呢，我一边照顾着文君，一边努力的工作，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，一直坚持了20年，直到文君找到了工作，评上了工程师，我才松了一口气。妈，我知道这些年来你也不容易。小慧，我今天突然发现，从你身上看到了我当年的影子。以后，你们娘俩要是有什么困难，就来找我们。石慧，今天我想直来直去的跟你说件事儿，希望你能认真的考虑。妈，你说。我看得出来，你跟文君感情很深。文君跟你离婚以后一直很痛苦，我看着也挺不忍心的。如果你们两个人都想复合，我也不反对了。可是瑶瑶的事儿，我真的是无法接受。这种痛是无法形容的。如果复婚，就必须把瑶瑶的事情安排好。我想着他爸爸也在这个城市，不如让孙大凯来抚养瑶瑶，他毕竟是他的亲生父亲，你也可以随时去看望他。再说了，你跟文君将来也要有自己的孩子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说这样好不好？妈，您别再说了，我爱文君，我也很尊敬你。可是瑶瑶是我的亲骨肉，我不可能把她去送给别人。如果非要那样，我可以自己带着瑶瑶生。顾小姐，请问23号病房在哪儿？哦，在那边过去左转就是。哎，谢谢啊。妈，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文君，你回来了。哦，对，你先陪陪妈，我去药壶开水。文君，你怎么搞的？我才出差几天呢，你怎么就变成这样了？前几天啊，胃就总疼，吃点药就好了，没想到会这么严重。
当时要不是石慧在啊，给我送到医院里来了，没准啊你都见不到妈了。你别胡说八道的，还好我听人说人体里的器官呢，就胃出了病啊容易治，好好休息几天没什么大事的啊。你看您都瘦了，还疼吗？不疼了。文君呐，要好好的谢谢石慧，这几天他在这照顾我，人都憔悴了好多，这孩子为了我连命都顾不上了。他还给我输了四本cc的血，都昏迷过去了，我真的觉得有点对不住他。过去我对他有点太过分了。您现在知道他好了？谢谢你照顾我妈。你跟我还客气什么？你心肠好吗？妈以前这么对你，你却都不怨她。小慧，你还爱我吗？我不希望你把你我之间的事情和我照顾你妈妈的事儿混淆起来，好吗？其实离婚以后我一直在想你，你做什么我也知道，那个玉雕龙的事情我也在想办法找大凯，我也想把你保释出来，可是我没那个本事。这段时间出差我也一直在回想我们以前幸福的时光。你别再说了好吗？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我们重新开始吧。不可能。三姑吧？你是？嘿，我是二虎啊，小马庄的二虎啊。啊，你是二虎子？哎呦，这么多年不见，我都认不出来了。哎呀，三姑，这么多年了，您还记得我？当然记得。哎呀，文君，这是你二虎哥。哦，二虎哥好。哎，当初我怀文君的时候住在你们家。你母亲过得还好吧？还好还好，就是他老人家叮嘱我一定要来找您，结果害得我一阵好找啊。等我找到你们小区吧，哎，就说听说您生病住院了，所以我就跑这儿来了。哦，哎，三姑，客气了。您这没事还好吧？没事了，好了。哎，这几年在老家过得怎么样啊？哎，还好还好，就是没孩子。你说我那媳妇儿这么多年了，也没给我生下个一男半女。三姑，你说我怎么就这个命啊？那就考虑领养一个吧。是，这次到城里来就是打算领养一个。哎，我们还是边走边说吧，别在这站着。好，来来来，边走边说。这次见到您，我就放心了。哎呀。妈，哎，住院这段时间真的瘦了好多呀，现在胃还疼吗？不疼了，医生说了，只要给胃不要太大的压力，不要生气，不要激动。哎呀，我现在都觉得我像个七老八十的人了。嗯哼，每天呢只能喝点粥，不瘦才怪呢。这儿。嗯，唉，年纪大了，我现在白天上班也不在家，一想到您一个人在家里呢，总不安心。是啊，那你赶快再找个人能照顾妈呀。妈，我见过石慧了，我跟她说了复婚的事情。我就知道你拐弯抹角的说这事儿。他是有这个意向的，
就是比较考虑瑶瑶。是啊，瑶瑶的问题不解决，妈是不会同意你们复婚的。妈，妈，您为什么就这么不接受瑶瑶呢？我倒没什么，我是为你想。你能接受吗？瑶瑶是孙大凯的血脉，那早晚孙大凯会找上门来的。可是我跟瑶瑶毕竟生活了5年，我还是很喜欢她的。是，可是我跟你说呀，如果瑶瑶还生活在我们家，石慧就不会再要孩子了，那咱们崔家就断了血脉了，你能接受吗？反正妈是不会接受这个现实。这，哎，再换句话说了，即使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，你对瑶瑶能一视同仁吗？我了解你，到那个时候对瑶瑶对石慧伤害就更大。不会的，妈，我一定不会这样的。谁相信你？妈，再给妈敲敲腰。哎呀，快，什么也别说了啊，反正瑶瑶的问题不解决，我是不会同意你们复婚的。大夫，怎么样，我的病情有没有好转？从这个报告上来看，你不用担心什么。根据你的现状，你的病情已经好了很多了。其实你一开始就有生育的几率的。真的？这么说，我很快就可以恢复了？这个要看具体的人而定的。哎，大夫，那如果我恢复了之后，会不会再重犯呢？根据目前的病例来看，真正治好的还没有再犯的。谢谢大夫，非常感谢，真的谢谢。不辛苦，我现在自己开个裁缝店，能学到好多东西。只要多学到一点，我就觉得离自己的梦想就更进一步了。我觉得你要实现自己的梦想，还是应该有一个稳定的家庭。家庭我就不需要了，我已经经历过2次的婚姻，再说我自己跟瑶瑶过得挺好。你是不是还在埋怨我呀？没有，过去的事情啊，咱们就不谈了。以后你多抽空陪陪你妈，她身体不好。哎，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？没什么。妈妈，我回来了。爸爸，瑶瑶，来，爸爸抱抱。爸爸好想你啊。骗人，我才不信呢。那你为什么不来看我？那是因为……爸爸，我想跟你说句话。你想说什么呀？不让妈妈听。爸爸，你是不是不让我和妈妈了？瞎说，爸爸怎么会不要你们呢？爸爸最爱瑶瑶了。爸爸，那你去跟妈妈说我们要在一起。来，我来帮你吧。哎，不用不用，没事，我来干吧。不用，我来，没事。瑶瑶是孙大凯的血脉，那早晚孙大凯会找上门来的。可是我跟瑶瑶毕竟生活了5年，我还是很喜欢她的。可是我跟你说呀，如果瑶瑶还生活在我们家，石慧就不会再要孩子了，那咱们崔家就断了血脉了。
你能接受吗？反正妈是不会接受这个现实。哎，再换句话说，即使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，你对瑶瑶能一视同仁吗？我了解你。爸爸和妈妈很好，需要瑶瑶的帮助。怎么帮啊？我们跟妈妈做一个找人的游戏，爸爸把瑶瑶藏起来，让妈妈找。如果她找不到呢，那她就输了。如果妈妈输了，她就愿意和爸爸复合了。你觉得这个办法好吗？那我们走吧。我们再等一会儿吧。如果妈妈找到我们了，那爸爸和妈妈就不能在一起了。你想我们分开啊？不行。瑶瑶，我觉得妈妈可能挺难找到我们的，要不我们给妈妈一点线索？好啊，那我们留什么线索呀？给妈妈留个字条，上面就写好我去找爸爸，你觉得好吗？瑶瑶，我们在爸爸前面加一个亲字好吗？为什么呀？这样不显得我们比较亲近吗？爸爸要出去一下，你在这里坐着别动啊，等爸爸回来。哥，哟，你怎么到现在才到啊？哎，孩子呢？二楼窗边那个就是。哎，哪个是啊？就梳俩小辫儿的。哦，这孩子长得真讨人喜欢，一看就是个懂事的孩子。我是看到你城下无儿无女，所以才把女儿过去给你的，你可不能亏待了她。哎，知道知道，我领情了啊。好好对她。知道知道，说过的。
我都记在心里呢。哎，走，哎，你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哎哎，你快点啊！小河马，你叔叔玩会儿吗？绵羊，大方点，你叔叔玩会儿。嗯，乖乖真乖。看这小河马多漂亮啊！啊，妈妈什么时候来呀？我们去叔叔家吧。文静，来喝点水。文雅，喝点水。不喝。哎，来，文雅，饿了没有？叔叔给你做好吃的。不吃。妈妈呢？可能还要过一会儿吧。她会不会不过来呀？她会不会找不到我们呀？文雅，其实妈妈最近挺累的，要不我们让她休息一下，住在叔叔这里吧，好吗？妈妈回家。你看妈妈每天要上班那么辛苦，还要接你，难道你就不心疼妈妈吗？那爸爸和瑶瑶在一起吗？爸爸会经常来看瑶瑶的。住在叔叔这里多好啊，跟叔叔一起玩玩。对，瑶瑶，跟叔叔这儿多好啊！叔叔啊，给你买好多好玩的，还给你讲故事啊。爸爸，我们还是回家吧。瑶瑶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先乖乖地待在这里，爸爸去找妈妈，很快就会回来的，你要听话哦。爸爸，你骗我，你骗我，你早上就不会回来了。爸爸，你是不是不要我了呀？小孩子，爸爸妈妈最爱瑶瑶了，怎么会丢下你？
瑶瑶到您那儿去了吗？你都来好几次电话了。我不是说了吗？他俩一回来我就给你打电话。那文君到现在都没回来啊？没有，我也一直联系不上他呢。妈，瑶瑶还没回来啊？没有啊，都快急死我了，她能去哪儿呢？那她的老师和同学那儿都打电话了吗？该问的我全都问过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瑶瑶平时都是按时回家的，真是奇怪。哎，你帮我想想，她还能去哪儿啊？啊？要不咱们报警吧？不用不用，瑶瑶她肯定一会儿就能回来。如果能自己回来，他早就该回来了。你看看，现在都九点多了。你就听我的，赶紧给陈警官打个电话吧。哎呀，哎，陈警官，你好，我是马丽英，瑶瑶不见了。再想想看，还有没有什么他的同学朋友啊没有找过的？你别太着急了，瑶瑶要是迷路了，送到任何一家派出所，我们这边都会迅速得到消息的。再急也得吃饭呀，要是你急出病来，我是照顾你，我还是去找瑶瑶啊。什么呀？我去找我亲爸爸。亲爸爸？难道瑶瑶找孙大凯去了？你确定这是瑶瑶的笔记吗？我确定。哎，那咱们赶紧去找孙大凯呀。先给文君打个电话。喂，小慧。文君，你有没有去接过瑶瑶啊？瑶瑶，没有啊，我没有去接她。瑶瑶，瑶瑶她不见了，她留了张字条，上面写着我去找亲爸爸。亲爸爸？会不会是大凯？你先别着急，我马上就过去。大凯有没有给你打过电话？孙大凯还在通缉中，他怎么可能给石慧姐打电话呢？他要是接到了瑶瑶，肯定会离开这个城市的，否则他是逃不出我们视线的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你别着急啊，如果瑶瑶真的被孙大凯接走了，
那至少说明瑶瑶现在是平安无事的。小慧，怎么了？文君，你真的没有去接过瑶瑶？我真的没有，我没有去接过她。我今天一天都没有接到过电话，我在机房，手机根本听不见的。会不会是大凯？我们一直在找他，而且他正在通缉中呢。你知道瑶瑶？我们所有的人都在找他呢。一会儿我们应该去的地方都已经派人去过了。小慧，小李，马上打120。是。二虎，你带个孩子回来，也不跟我商量一下，你看，多可怜啊！你不是想要个孩子吗？来，孩子，吃点东西吧。阿姨，能送我回家吗？孩子，阿姨，我给你们看花，你能送我回家吗？孩子，快别说了，回家吧，你还是先吃点东西吧。回家吧，不吃东西，你没有力气的。你送我回家吧，你送我回家。为什么呀？以后这就是你的家。什么呀？再听见你说这几个字，你看不出去？干什么呀你？人家小孩子刚来。你还不容他难受两天，发什么火呀你？别哭的水吧。潘先生和陈警官他们已经先走了，崔文君还在外面，他说他想再陪你一会儿，他们都说了会尽全力去找瑶瑶的，你就放心吧。如果瑶瑶真的找不着了，我该怎么办？你别担心，瑶瑶一定会回来的。你先休息一会儿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我先走了。啊？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。我先回去了，你进去看看他吧。好。对不起啊，是我没有照顾好瑶瑶。你不要担心了，瑶瑶会回来的。她明天还要上课，她不会忘记的。